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半仙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秘密世界。今天跟小伴儿我们一起来玩单一跑酷。这个跑酷我刚刚试了一下，虽然有点单一，不过难度嗷嗷叫，让你们也瞅一瞅。刚开局的顶头杀满意吗？这里一点难度都没有，因为是往外面跳。看一看这个地图，我感觉我得最少跑十几分钟。所以小伙伴你们一定没有电的赶快去充充电了哈。哎哎哎，我走我走，厚厚一哈嘿，因为咱们之前已经玩过了一次，所以现在在走比较轻车熟路。走这边嘚嘚嘚，我跳按住潜行键，旋风冲锋龙卷风，嘚飘嘚飘嘚一个飘，然后拐了。你们好，大家好，他是真的好。其实他这个每个地方都是有一些小技巧可以用得到的，一会儿我给大家挨边去讲解这个地图。像这些就是你掌握好距离感就 OK 了，没啥好说的。这自动跳跃上来，然后按住潜行键靠边走，走到这边按住潜行键来一个二段跳上来之后，然后咱们可以先下来点一个存档点，走这边嘚飘嘚飘嘚一个飘，然后再这样走跑跑跳，潜行键往这一抓，然后跳这上面一二三，再来后面还有薯片追的挺急的哈。哦哦，哎呦，刚刚没有跑起来，差点没有跳过去。所以跳这种地方的时候尽量还是用急跑状态。这里哎，对对对，哎哎哎哎哎，吼吼吼，有没有一种可能从上面直接跳下来。哎，这里有一点点小难度，上这里问题不大，有问题的是在前面这里。然后咱们先把这几个准备好，然后往上面走啊走，走啊走，走啊走，然后直接哎，这样不就过来了吗？跑跑跳，哎嘿，我闪，存档点，哎呦，这里遇到问题，哎，我以为我跳上去了呢。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，这打脸打的有点啪啪响啊！过来，向后转，走这边，然后一跳，再一跳。OK， 这个地图最大的难点已经被咱们给征服了，剩下的就是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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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跳，然后休息区。我这刚开始运动，你就让我休息？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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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一下。其实这掉下去也无所谓，用二段跳就可以直接冲上来了。哎哎，跑跑跳，这边按住潜行键，爱的魔力转圈圈，走走，再走，跑跑跳跳，哎，按住潜行键，然后往这边一跳，哦，沿着半砖走。其实咱们刚刚可以用百段跳直接走这边的。哦哦哦，哎，这里一定要在急跑状态，要不然很容易过不去。我这用急跑状态是距离刚刚好的。走这儿，然后这里用一个二段，哎哎哎，哦，走这边呢，有空气墙，一定得吃烤鸡。木头有缝隙过不去。哦哦哦，这里跑跑跳跳，哇、哦！刚刚差一点我就嘎了，不过我这没有选择放弃，我又
一个鲤鱼打挺，二段跳又上来了，一二我错了，儿，我听到了谁的儿，现在吃完东西的声音真美妙。这是让咱们干啥？哦，这直接走，往下面走的时候不要按住潜行键，因为你按住潜行键，它这个走的距离会特别近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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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到下面这个没有？瞄准，瞄准，跳跳跳 ，OK， 点上个存档点，嘿，嘿，嘿。这地图如果不给咱们来存档点的话，这难度就更绝了。这里有一点难度，就是跑跑跳提前一拐，我这个拐弯拐的有点小瑕疵哈，拐过头了。嘿，跳跳，哦，烤鸡时间到了。烤鸡真的非常重要。嘿，嘿，跑跑跳，吼吼一哈嘿，吼吼一哈嘿，嘿，上来这里，跑跑跳一拐，然后往上面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然后往后面一跳，潜行键向后转，走这边。跳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赶快再来个存档点，这好不容易过来的。哦吼，我看到了，哎，咱们好像已经快到终点了。这里看我的，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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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起飞，嘿，潜行键抓住，然后往这边走，吼吼吼。嘿嘿，我跑跑跳，我在跑跑跳，我旋风，我冲锋，我龙卷风，风风一风风，哎呦喂，这往下面跳的时候松开潜行键，直接按前进键，哎嘿，这里一定得小心，因为他这往上面跳的时候距离有一点点近，哎，自动跳跃上来， OK， 存档点一点，后面的就天高任我们飞了。哎，哦，我干嘛要跑过来呢？为什么要跑过来呢？嘿嘿，我瞅一瞅，哦哦，薯片，薯片，哦，哦，终点前的自由飞翔，哎嘿嘿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哎，我在这儿，哦，应该是跑到前面的。儿儿，我又听到了儿的声音，为什么要儿？我这现在有点飘了，老半仙，你有点飘了，慢一点点。哇塞，这里得跳一下，我以为直接可以跑过去呢，关键时刻怎能感冒？这一路都跑过来了，都没怎么打脸，你这里没完没了了是不是？老半仙，不要！不说话，一说话就打脸。嘿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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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跳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跳。深呼吸，深呼吸，我跳。哎，咱们这去哪儿了？啊！我跑岔道了！哇塞，这个地图有点意思。哎，哦，我已经掌握到这一个诀窍了。诀窍就是咱们侧着身子往前走，因为你看不到脑袋上面，不过你侧着身子可以看到你旁边的方块在哪边。你看这里，这样侧着走，稍安勿躁。哦，哟，最后的飞翔，果然是最后的飞翔。不过咱们有吃的，我飞个锤锤，再找个角落里面就往下面一扎，嘿嘿嘿，嗯啊嗯啊，哈哈哈哈。那好的，咱们下期再见喽，拜拜。